这样子骑车可以吗？但不行。为什么？危险啊。嗯，对啊。你会不会觉得他可能看不到还是怎样？有可能吧，因为随时被视线遮挡到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